那么我屁股不要这么夸张，好不好？不像假装叠嘛，我直接给你摸了。好了，你们好，好不好 ？OK OK， 我们要开始了，因为时间不多。好，今天就是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个外面科技大学。然后今天呢，我讲一些故事，好不好？我讲一些我自己的故事。那我想说，你们应该会想听一些有钱的故事。但是我知道，我讲过很多演讲，大家都听外面根本没有人的故事，没有人理我。OK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觉得讲的目的其实就是让你们笑一笑。希望你们今天离开的时候可以学到一些我自己在人生学到的。Maybe 我犯错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你讲我错在哪里，你以后呢就可以省很多时间。